让我给女明星当武术指导，什么角色？一个战斗惊人的流动少女。啊，这我喜欢。哪个明星？欢迎路。啊。韩亮老师，你行不行？这摄影不行，换个摄影跟我去片场。烘焙韩亮，倩女郑鹏，我来做你的武术指导。你之前学过什么花招呀？菜刀、锤子、扳手、铁锹。田建平，用过双刀吗？一人双刃，流行天下。师傅，请赐教。这也太酷了，我也想拍一个这样打戏。哎呀，就你了。